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サイシェカギカン。QTR 聖戦。阿丹，你知道为什么要拍在烂 Vios 吗？故事的起头是这样子的啊，前一阵子我一个好朋友，他说他买一台车给他老婆练习用的车子，于是呢，我翻了翻我的车单，好，从一两百台车里面挑出了这一台超级无敌有够烂的 Vios。我本来是想叫他开 Terceo，可是这个东西是这样哈，你车况好一点的 Terceo，我们跟人家收有时候哈还要两三万，但车况不好都报废了嘛。那这一台就是属于这个条件没有那么优的 Vios。那我在想，如果说跟 Terceo 差不多钱，开 Vios 会不会更好？会比较新一点的，至少比较新一点啊，而且比较稳定一点哦，因为至少这个 Vios 已经 VVTI 了嘛。可变气门比较省油，好，其实 Terceo 因为比较老旧，虽然没什么问题，没什么毛病，但是还是有可能吃机油，然后会比较耗油。不过后来呢，想一想，这个车如果这个我就不管它了，因为我刚传讯息给他都没回我，我不想等了 ，I can't wait， 所以我就觉得说，不然这样好了，阿呆，我们看看能不能用花最少的钱，然后让它成为一台还不错的车啊，反正他不要，我们留着公司当那个啊，借客人代步车嘛，我是这样想啊，所以我就不理他了，我们就先开拍了，好不好？好啊，先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是2004年的 Vios， 然后我们这个就看它烂的部分就好了，因为不用介绍了吧，对不对？好，你看这大牌已经都歪掉了，我看啊，真的烂嘞，哎，我真的不是，我只是想要跟你讲大牌烂掉而已，怎么讲？你看这大牌已经歪七扭八了。好，然后这边已经龟壳花了，然后漆已经都雾了，不亮了。这边还有个微笑标章，啊，台湾精品微笑标章，灯这个不用讲了吧？哦，已经老花了。可是我跟你讲，为什么我挑这一台，你知道吗？看 Vios 这个有个细节，有 Yokohama 有没有看到？代表什么？这个车应该很常回原厂，原厂的就是 Yokohama 的轮胎。Toyota 来讲的话，所以这台车极有可能一直都有回原厂，我是猜测假设，好不好？这个轮胎很新哦，2019年的，我刚刚有看。然后你看它这个外观，每一块没有一块是完整的。你看，包括这有没有？啊，你看这个格子，看得到那个纹路吗？然后呢，噔噔 ，B 破了，韩斗鲁也烂了，唯有 Vios 的冷光还持续的绽放着，Vios 的冷光门槛还持续的绽放，哎，还干还亮的啊？怎样？哎呦，你看那深菇啊啦，你看有没有？这个再不理他有没有？过一阵子哈，哦，我们应该就可以踩到灵芝了。哎呀呀！然后你看到它的字样全部都黑化 ，Black Edition 呀。Yeah. 然后后面你看隔热纸也都起泡。那我试过，这是 Vios 原厂哈，哦，加装的电动遮阳帘也挂了，那个就拆掉不要了，好不好？好，后车厢看你猜有没有养金鱼？干，应该有。哎呦，欸，你看这木头都烂掉了。哎，我还是温柔一点啊。哦，有没有在繁殖了？有没有？有没有在繁殖了？哎呦，然后这个看引擎室，我把引擎打开。欸，你看这雨刷臂，哦，马龙神仙啊，这个有没有觉得往后倾？皮带也不行了。水箱我看一下，欸，这水箱换过，这风扇换过，省一条。车是没有撞啊，你看这条码都还在 ，Toyota 的那个烙印都还在。好，然后我们出去试一下，要接电。没电了，看发不起来。我跟你讲，引擎发起来蛮安静的。你看，我之前是不是说 Vios 会抖？这一台还好。我们去看引擎有没有抖。这台引擎这边抖动相对没有那么大。对啊，有啦，这里会有一点点。可是这台真的算状况还不错的。它这一块，这应该换过引擎脚了。哦，所以这个要省一条，好不好？那我们再来看试一下底盘，试一下引擎、变速箱跟冷气。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公布这台车多少钱，我们要怎么把它花钱？走，出吗？出吗？啊，你要不要拍一下里程是吧？哇，334499。我看呀，哎，啥人家呢？哎，3倍、4倍、9倍，真是温系耶！看你啊，这个叫做什么，你知道吗？先来室内走一轮，扎卡帕三家打，3倍、4倍、9倍。哦，啊，这你看哦。刚我已经先检查过，你看，哇，这知道哇，它这个助胶壳松掉了，拔掉了。我跟你讲，你有时便宜到跟晒一样，去沙漏上晒一次就好。为什么？因为没有气囊，绝对便宜。哎，我想怠速真的安静，我没有跟你好笑，有没有？我现在发现它这个车几个问题，手刹车放掉，对不对？灯还亮着，就可能是刹车皮不够。好，我们出去试车。
电动双都好，只是慢了点。哎、欸，真的很好开啦，我刚试过了啦，但是引擎、变速箱状况都还不错，底盘都还不错。我看，哇、哦，超级战车，这个回来油泥洗一洗，水路洗一下，水泵涂再给它换一下，别压令骨换一下，怎么越讲越多？你有听到轰轰轰轰轰轰？别压令骨换一下哈、哦，这个检查一下，这个冷媒管路弄一下，有没有？哦，方盘换一下，皮椅换一下，你跟人家讲一讲就好几万了，不行。可是我讲真的啦，我现在很犹豫，因为外观整个用下去就一两万起跳了。哎、欸，后面真的轰得蛮大声的，对，那是那个培林，看，你看这头套原厂，哎、欸，110年还回去，你看我有没有讲错？哎、欸，真的有回原厂啊，我没有在好小的，我看到有扣合码我就知道了。然后它这个就是跟我们那个小鸭的那个一样，所以没有倒车嫌疑很讨厌。到时候想办法让它有个倒车嫌疑，就变成一台完美的代步车。我要，哈哈哈极限有够低，刚应该30而已吧。哈哈哈哈哎，可是我跟你讲，这真的是代步神车啊！这个车的省钱省油啊，比亚旅斯都还要省。为什么我当初会赋予它一个称号？当你放弃人生热情的车子，真的这个车哦，可以放弃人生热情，但是你会剩下很多钱。阿大，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你开越久，存的越多，要不要？看你要出钱的吗？看啊，别人出钱都好哎哈。哎、欸，阿呆，这个我整理好，搞不好一个月薪水就搞定了呢。你做男人需要做那么卑微吗？需要被人家用钱这样侮辱你吗？蛮乐意的。哎呀，好了，我试完了啦，不用试了，这就是这样，是 OK 的，是可以整理。没有，这个是这样。如果我们测试起来，它真的状况太差，底盘也 kitty kolo， 引擎变速箱开起来也不顺，怪怪的，我们就直接宣布放弃。可是我觉得像绕圈，我觉得 OK。这台车哈、哦、是客人跟我们换车的，我们换回来本钱差20000块，再加一些税金，可能20000多。本来是想要把它报废掉，或送去把它拍卖掉。我跟你讲，这车要拍卖个20000应该没问题，一定会有人买。你虽然看到里程30几万，可是人家原厂保养啊，记录是准确的。那干真的是可以开啊！阿呆，这个真的现在让你开回桃园没问题，是不是？应该到得了吧？可以啦，什么到得了？那你直接开到台南去都没问题，好不好？真的啦 ，Toyota 车呢 ？Toyota 车就是妈开到你人都已经老到都去了，它都还能开，就是这样而已啦。啊，那反正我们就20000多啊，我们就希望，我就希望这一台车能够在35000以内把它整理好。那这个部分我可能。啊，好，我再去想一下我要做什么，因为这个锱铢必较，就是做什么事情要花多少钱都要详细的计算。可是我真的觉得烤漆可能就会占掉将近20000块，所以我只剩下可能剩下10000多块可以整理这其他的东西，感觉不够。三宝，不小心看到了，看这太敏感了啦，先看下去有抓手了，我懂。哎，对啊，太敏感了啊！啊，电动遮阳帘这个我们就不修了，坏掉我就不修了。好了，我尽力试试看，就是把它还原成一个开没有问题的。那外表部分我真的要思考一下，因为外表真的太烂。啊，隔热纸如果也想弄的话，我看也是蛮硬的。皮椅我觉得这样看起来我可能只能换一张而已，或是两前面两张，换前面两张4000啦，哦，然后换前后总共全部6000这样。干掉嘞，那你要花4000还是6000？啊！哦，我去买皮椅套，800块弄，用套就好了。好，算了，我自己省，我自己省哈、哦。好，整理下去了。
再社鍵館 QTR 聖戦。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老师修车。刚才又拿到这一张啊，我跟你讲，这个故事要听我娓娓道来了，好不好？当时原本是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说要买给老婆开，后来殊不知，等我整理完之后呢，老婆就已经离职了，不需要车了。所以这一期的企划就紧急的变成，如果我们买了一台便宜的车都没有整理的，那回来之后我们要把它准备成开起来不会那么担心的一台代步车的话，大概要花多少钱？那我觉得这非常有参考价值，因为 Vios 已经算是现今在路上，台湾在路上行驶的车里面零件算是便宜是数一数二的。好，所以当时哈、哦、有点尴尬的地方就是，我要把它当作是自己人要开的车子下去整理，但是又碍于预算，我又不能花太多钱，但是呢，我又不能太绕亏。好，人家交付给我们这个任务，我们当然要用这个最高规格，就是让他觉得开回去不会觉得很落差、很丢脸。好，是一台破破烂的车，这边凹一块，那边刮一痕，好像真的就是回来练习的车子，好像也有失面子。所以呢，这一个企划就在这么尴尬、这么多重的条件之下展开了，到现在终于完成了。那我们一样一样来跟大家分享我整理了什么东西，然后我为什么会这样子下去整理。价目表哈、哦，一样会列在旁边。那正面大家比较看得到，两个大灯我换掉了啊，因为我认为这个大灯就是要炯炯有神啊。再来一个 Vios 大灯，其实也不贵，一颗1300块钱，两颗2600。然后再来这个水箱护罩，水箱护罩哦，本来喷漆扫一扫就好，它那个时候旧的是这个镀铬已经发白了。那我本来想要直接喷黑，那也是一种方式，但是后来我想都整理到这边，觉得车子车漆很漂亮啊，水箱护罩丑丑的，干脆也换掉好，因为我就先问价钱，水箱护罩一个是700块钱。好，水箱护罩来了，对不对？换上去新的水箱护罩呢，没有 mark， 它只有水箱护罩来哦，分开卖的、啊。对，结果装上去以后，你用旧的 mark 又发现旧的 mark 怎样褪色，黑黑的，所以呢，标志也换掉了。一问，哎、欸、啊，标志多少钱？450啊，都花到这边了，450 OK 吧？所以前面的这个 mark 也叫来了一个450块钱。外观的部分其实就是全车烤漆啊，对，还有你看到全车隔热纸。好，包含前挡哦。好，再来，前面标志都换了，后面的标志呢？也换了吗？也换掉了、啊。我看后面标志多少钱？我、哦、看后面标志比前面贵呢。阿丹，你猜这一二三多少钱？1200。哎呦，干娘，你有看？我们猜的、啊。差不多，好，差不多1200块钱。那好家在当时的尾灯就还不错，所以尾灯我们应该是没有换吧？哎，对，尾灯没有换。然后当时我记得啊，他的前座阿丹，你记不记得这边破掉？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正常来讲皮椅应该可以全部换掉，对不对？可是当时我就是加拆走，我记得好像只换这两块吧。好，为了对称嘛，因为你只换这块新，这块旧也不好看，所以就把这两块换掉。所以你看整个这样看起来就有那种原厂的感觉。你知道哈、哦，如果这个全车前后啊全部拿去换的话，大概要花最便宜的合成皮全黑的要6000起跳。好，这是我们在做的价格。你要做双色，至少要再加个2000-3000。但是呢，我换这两条皮就大概要3000块钱。大概如果是你，你怎么选？我会选全换。全换哦，好。然后我告诉你哦，为什么没有全换？第一个，这个就是刚刚 Mark 的概念了嘛。你花3000跟9000，你觉得好像差没有很多，对不对？嗯。但是我们主要是代步，只要让它看起来没那么难看就好。而且我认为换这两条整体看起来有这种原装的这种，因为它当初你看它连这个都是这个颜色啊。好，要让它符合这个完整性，所以我就选择比较省钱的方式换的是两个。然后当时的方向盘我记得都断掉了嘛，网路上就去买了一支方向盘，1000多块吧，沙漏的方向盘。啊，为什么我没有用背的哈？因为当时那一台车连这个注胶的地方都已经裂开了，所以要背，把它整个都背成一个皮革的，我又觉得不好看，所以呢，我就网路上找一样有双色的来把它换上去，那也比较符合跟这个椅子的样子。然后再来当时的，当时就有这台主机嘛，我只帮他加了倒车显影的镜头，好像也花了3-4千块钱啊，我觉得这样子就足够代步上面使用，对不对？好，再来一个引擎机件的部分哦。好，引擎呢，我们帮他做好整个大保养，就包括所有的皮带、水泵浦，然后水路的清洗、循环、蓄压，然后五油三水都不用讲了，基本的。好、哦，然后启动马达当时有点怪怪的，也把它换新了。然后气门室盖油稍微漏油，换掉了。好、哦，变速箱油那些都换掉了。我们这次的烤漆包含这个就是雨刷的护盖，我们也全部都有喷了。雨刷壁我们都有喷了，你看那雨刷壁都像新的一样。然后后面有声音，所以我们把后面的两只避震器也换掉了，传动轴。
方向机舵杆，好，后轮的轴承，哎，怎么花那么多啊？盖老师，哎，哦，看这花家伙你哦，重点是那时候在做美容的时候，哈，这个隔热棉都破掉了，所以我又受不了。正常来讲应该拆掉就好了啦。但我想说啊，这自己人要的有没有？又打去问价钱，1200块钱。好，底盘我们就是去检查。那它那个耗材只要还能够使用一年以上，我们就把它留下。那我们预估已经坏了或是用不到一年了，我们就先把它换掉了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当时这个拆下这个椅子去做皮椅的时候啊，那顺便我们也把整个地毯都翻起来清洗干净，所以这台车已经算是这个彻彻底底的整理得很完整。价钱出来跟大家分享啦，那主要也是要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去外面哦，你真的一台车，大家都说代步车没关系，我觉得车子抛锚没有什么，但是车子是在什么状况下抛锚的比较有问题嘛。很多人说啊，我去买那个2-3万的网络自售代步车回来开啊，啊抛锚了我再修就好，没有问题啊，没有错啊。你今天如果是在这个安全的地方抛锚没问题啊，你如果是在高速公路熄火抛锚，那不是很危险？你如果不会临机应变，尤其买这种代步车，大多又都是要学车的人，好，你没有办法掌握车子要坏掉的状况，那我觉得风险比较重要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出去绕一圈，然后跟大家再分享一下细节，走。我们拍一下这主机，显影呢？你看有没有加一个镜头显影？那话术比阿迪玛还好，有没有觉得很抖？我问他这抖一个原因呢、啊？他的排气管连接出来，头段接中段接尾段，中间没有那个软管，就是防止震动。震动。那你现在变成你引擎的震动传到头段，又传到中段，传尾段，你就整支排气管在那边抖，所以你就会听到哎，你觉得会那种抠抠抠抠抠的声音。我觉得是这样啊，哎。这个观众朋友也不用去念说这个本来说要买后来没买的事情，因为我不是白痴，你知道吗？当时他叫我整理，我就想最差的一条路他不买，我可以这个留着卖，好，因为这一台车真的确确实实的扎扎实实的整理那么多东西，有人是需要代步啊，对不对？然后第二个是这个，即使没人要买这种车，我们留在公司，因为我们现在代步车上次买两台新的，其实还是不够啊，这个车借给客人我根本都不用怕，而且我觉得这也变成一个很棒的题材。因为真的很多人哦，我在私讯上面就是收到很多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你的车整理完都要十几万？那我现在刚好借这个跟大家分享，这台车整理起来我们已经花大概6万啊，时间我们就不算了，工钱也不算了，就要花6万块钱才能够生出一台说真的开出来你不烦恼我也不担心的车子。这台车我不是抢来的吧？在这还买要钱吧？对啊，这车随便买也要几万块跟人家买，有可能跟人家买8000吗？哎，你不要看到20年前。没有什么政府旧换新补助的时候啊，我们出去收车有收那种5000、8000的，你知不知道？还可以开吗？可以开啊，因为那时候第一个车子的那个残值跟铁架也有关系啊。铁架不好的时候，你报废一台车可能报废就是5000、6000而已啊。那时候出去收，你收8000就能卖你，因为报废只有6000而已。那现在又跟什么政府的那个旧换新补助又有关系，整个都被往上拉了，你知道吗？你出去跟他说8000都笑哎哦，看人家政府旧换新补助。的伙伴啊，所以你根本就买不到便宜的车子。那像我们有这种车，都是客人跟我们换车的。好，啊，我们就是直接表达说，啊，我们就没有补助啊，要么你就买新车，补助5万。那你如果你没有预算买新车，你卖给我们可能会不到5万。哎，这个车真的，现在我们直接去环岛都没问题。Toyota的车有一个好处啦，就是可以让人家很放心，这是真的。你看刹车还不错，刹车我们没有用。我跟你讲哦，其实这个坦白说哦，挑车已经算很重要了。为什么我会整理这台车子？我当初其实我就是看到说，这台车前车主其实他虽然里程开得高，可是他一直都有按定时在保养，该换的东西都有在换，所以我才决定去整理它。你像比如说啦，为什么避震器我们只换后面2只？他前面2只我刚刚看哦，还蛮新的，所以这样我们是不是就省2只避震器的钱？他曾经换过了嘛，4个轮子，他是不是还蛮新的？我们就省这4条轮子的钱，不然你想想看哦，我们现在整理的费用6万块钱，如果再加4条轮子换，不用再加1万，多加2只避震器又5000了，所以会越来越多。所以有时候如果你认真的是，你看那可是有都还在开，也是整理过的，有没有？所以我觉得说 Toyota 的车好处就是它这个价钱已经探底，这台车假设我卖10万好了，你再开个2年，开个3年，前面永远都还有什么？都还有特斯拉在帮你撑着。你觉得再过2年、3年特斯拉就会消失吗？我跟你讲不会。所以你的车再怎么样价钱都有，还有前辈帮你撑着。啊，再讲一个最难听，不要讲2年、3年，你再开1年好了，那政府补助旧换新就还有5万。欸，你知道现在网络上有很多那个新车业务啊，他说我帮你用旧换新补助啊，业务有人头你知道吗？他就说啊，这样子我这边有一些报废车的人头，哦，那你可以再折3万块。
就是这台车要先过户到那个人头的名下，然后去申请旧换新补助5万，之后再把这台车过户 给你，然后你可以再多折3万之类的。像网络上很多这种，但是你要记得哈，这个旧车你要持有，我记得要满1年以上，对，才可以去申请这个旧换新的补助。不要傻傻的被人家骗。我上次也遇到一个被骗啊，他卖他车的车商跟他讲说，你这个你买回去啊，你就开开啊，坏掉不行了，你再去申请旧换新补助就好。就他不让他回去开3个月，车就挂了，引擎就烧掉了。他去申请说不行哦，你还没有满1年。好啦，反正啊，哎，我觉得这妈到这边应该差不多做结尾，因为我们也不用试过万了，我们这妈差不多要回程了，好不好？然后这个很特殊的一个企划，哎呦，干你啊，好恐怖、哦。今天下雨天，还是不要开玩笑。今天不会有滴滴的声音，你知道吗？但今天刷一声就出去了。好，那企划跟大家分享哦，你们如果这个去外面啊，接手亲戚的老车也好啊，哦，或者是这个要找一些便宜的自售车来代步练车也好，那你有几个状况啊？一个你可能会想着坏到哪里修到哪里，那是 OK 的，那只是说危险性的问题而已啊。哈、哦，你如果都在市区，我觉得坏在市区都还好，好速度不会太快嘛。但是高速公路是相对危险，就要特别注意。阿丹，你们在高速公路上下车过？没有。我跟你讲，一定很多网友会遇到，开高速公路你觉得还好，对不对？你有机会你在高速公路停在路边，对不对？车坏掉或什么，你下车你会吓死。觉得很快，超快，刷刷刷一直过去。像因为你都在开车，你有速度，所以你不会觉得高速公路车有多快。好，相对速度你觉得还好，但是当你的人是静止站在路边的时候，干，那很可怕。我有好几次在高速公路路边的经验，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坐那个高速公路的那个什么国道警察真的很危险。好啦，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个车你试着上架看看吧。对啊，还有没人买，我们就边借人家代步用也不错。那跟大家分享，好、哦，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留言、开启小铃铛，可以关注我们拍更多好看的影片。下次见，拜拜。大陆有那种500的 iPhone， 你知道吗？500块台币，扣吧。刚才打开会有一只机器人啊，啊，你一开机然后会是绿色机器人，那屌了吧？那就像很多人买那个 Mac 去灌 Windows 一样啊。啊，那你为什么不直接用 Windows 就好了？为什么要买那台嘞？再世界观，莫名其妙。QTR 聖戦。